今天是我 City Walk 的第一站，苏州平江路。这个很好看。刚从灵山回来，会觉得这里特别的热闹。嗯，它不仅热闹，还很绿色。对，我觉得我这个形容非常的准确。银川啊，全是黄色，对吧？土黄色。我真的觉得很漂亮啊，这个地方。很江南。对。我在江南。这个有一点点什么感觉，有一点点北京的南锣鼓巷，但是它的完全的风貌是完全不一样。可以叫江南，可以叫江南水乡的感觉。是，这里还会有很多小吃，等会儿带你尝一下。好啊，来都来了，或者我们可以替你吃。那就大可不必了。哦，这个怎么念？我学的不正宗啊，应该是努努努努。是吗？是什么？来，你点吧。有几个比较特色？哎，看到了吗？一纸焦虑。知道什么里面的吗？乾隆。乾隆的卧室里面禁止焦虑。这不是同款。你点好了哈。点好了。行。好了。来一口这个。嗯。你吃吧。快，我们分。想坐船吗？想。那下次吧。先咱们先腿着。熟吗？眼熟吗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在大概七八年之前只有电影才能用到的伸缩炮，但是现在电视剧的组里都会用到这种，它是一种摇臂，是一种挂机器做很大的运镜的摇臂。这个真的有点像南锣鼓巷的感觉。每天一到我们在那里面上学，然后中午想出去吃个饭啊，或者说想去地铁站啊，地铁站就在南锣鼓巷的口，就是只要一到这种节假日，你就动不了，你是被挤着往前走。逛这种地方，逛的不是风景，不是景观，是人文。要不直接点吧，人家。能吃吗？叮叮叮。跟茉莉花有啥关系？就是提起苏州，你有什么想到的吗？苏州园林。好了，我们结束了。比个赞，下次还来。